场景，在那里坐，让他坐在这儿。嗯。我看见这光线好差啊。往那边这儿呢？正好这个灯呀，正好，你正好找到灯下面，这儿呢。好，坐着看看。那剪的时候你不要了吧？啊？剪的时候你不要了吧？剪的时候什么呀？照片。剪。我说那个剪。就剪完之后拍剪头发的那剪的是吧？我剪的时候你要的，看着伤心了。要。也要。哎、嗯，这等会儿，现在就剪了呀。那、啊、你还有没啥没剪好的？你说。啊。好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想象一下。长的绝对是够你那么长，还长，就舍不得再来，给你啊，对，先绑完一会儿。哎呀，太舍不得了。是吧？嗯。还有那个味儿，还有一股头发味儿，洗发水味儿洗干净了。你还想拍照不？还是怎么着？拍的够多了。嗯。只要你后面再推进来一点，我看一会儿。还得推呀、啊，推了是不是就短了呀？哎，前面又不推，这是里面的那个。不是，它直接可以烫啊，烫抛起来呀。年轻女孩千万不要烫啊，烫的不好的啊。你想好好剪啊。这待会儿怎么见人呀？怎么不见人？来，我加上剪刀拍一个。剪了呀？没剪了。你还没下命令呢，我刚刚准备剪那个，你忽然这个，来，我把剪刀放这儿照一下。你说可以剪的时候再剪啊。嗯。我拍完了。好好做一下思想工作。剪了吧，剪了再长。舍不得，哎呀。进得来。你看吧。你这一块就是比这一块白，我稍微关了一下。你要不还想等会儿？等会儿给你把这关一下。不用不用不用。不用哈。那待会儿前面怎么给我剪呢？前面让我看那种头型，如果说太长了，嗯、稍微揪点刘海去；不要不长的话，看效果。可以不剪。嗯。嗯。OK 了没？哎呀。嗯。越看越舍不得。好，镜子放下，剪吧。嗯。好吧。剪吧。嗯。嗯。好了，我还往下弄一点点，这有点疼了啊。我是想给你弄长一点。嗯。好，你给我。行吧。就这样啊，我看这个。
别动啊。嗯。带个人可好了，你今天带个人。为什么呀？帮我拍呀。哦。那。你看我这没法一个人剪一个人拍。我估计你会带人的，我哪想到你一个人都来了。我不特意问我说你几个人啊？说一个人，你说。嗯。还没完全剪掉呢吧？那当然不能完全剪掉，剪完了拍什么呀？剪一半啊，真的。哦。看。哎呀！不要让我感受。好，不让你感受。我背都不敢贴着它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嗯。不好意思，稍等我一秒钟啊。怎么了？相机满了。哦。把以前的双击上去啊。嗯。好疼哦。嗯。对的吧。好，我先拍了再删。能拍得了吗？嗯、拍得下吧。我删了几张，先拍了再说。嗯。给你剪下来再拍。嗯。再删。嗯。再剪得下去就没了啊！啊，没了就没了吧，已经到这份儿上了。怎么样？够不够长？哎，你那个手给我拿一下来。好，那我替你拿着上了。好，别动啊。我不看。看你不看。你是不敢摸了呀？嗯。你用手给我拿一下下，好不好？不。好，不。你不，我得想个办法，我得照下来。贴着我，我就怕。好，不贴你了。你先单独摆那拍呀。啊，不是，你摆那拍它都没意义。哎呀，好轻松啊。好轻松了吧？嗯。挺好看的，转过来。老了。你转过来看看，你这头型其实挺好的。我为什么好吗？为什么说一定要扎到中间剪？你看。嗯。前面自然成型，你就这样，对不对？我没说错吧？嗯。对吧？哎呀，老了。没有没有，你这后面长了。我把这个关了啊。关了。我说我先把这个关了再剪。行，你关吧。我说你后面推了，在后面稍微推起一点点。是不是就得剪一些呗？那剪一些，推了好，我关了。关吧。